哥他昨天晚上就已经出发了，然后给我发消息说等一下马上就来了，我公公婆婆他们早上去赶场了，然后我在这里等大哥。这个车应该没错了吧，过来了几个车了。真的，老大来了。嗨，欢迎光临二里，欢迎。你不拿个横幅真的是。啥东西啊？叔叔阿姨呢？去赶场了。什么？啊。那我来了，是不是太？没有啊，他等一下就回来了。喂，那么客气干嘛呀，真的是。哇，榴莲。来。哎，你的东西呢？走。我这一车的东西被子我都带来了。我的天。不是，你看。太冷了。我的天，你真的是搬家。干嘛呀？干嘛？那个小宝呢？还没起来，去睡觉。来，还是我来的太早了。没有，进去吧。就等一下，他们就回来了。就放这里吧，老大。阿公不是说二哥来吗？给他整箱。哦，可以啊。公在这边。这边。走这里。哎，你这家的，可能出去走了，还是去赶场吗？好。你这家。那就先放着先。这个是个牙签噻。对。这边忘买弄牙签啊。我忘牙签。我们上个三千三百拿的牙齿没有我的份，还是走吧。能坐坐，能够坐坐没得。哎呀，你怎么从没长大啊？哎，乖乖，小乖乖，小乖乖，小乖乖，吃不吃吧？吃不吃吧？啊，亚生，吃不吃吧？哎呀，爷爷抱，我不是妈妈。啊。啊。哎呀。老大来了，然后就给他煮个红红鸭，因为最近你在忙，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时间去弄。我说的样子，等忙了这两天之后，你想吃啥就吃啥，给你补过。好，今天先来小招待一下，就让你饿个肚子。手指头。蒜姜。你不来的话我还没有机会吃，特意留着，我都知道你要过来，特意留着的。什么东西？玉米杆啊，等下放下去一起炒。嗯，是不是很好吃？调一下料，生抽，来点清水，来点淀粉，一点白糖提鲜。开始了哈。
热锅加油，花生油，中关下锅，然后把它热下锅，压下锅好。来点这个玉米杆打底，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，不需要煮。这个怎么很难，水都不放？不放。我说呢，真的不放水。这锅就是麻辣的，搞这个。来点青花。哎呀，你都坐这里啦？啊，宝贝。嗯，好嘞。就知道是这几天我们宅女儿比较忙的，快放点东西。哎呀，啥叫早餐是吧？不给啦，就开两天了，不管去住就说。等我忙完这两天了之后，再给你。啥时候到你砍的腰山？哥，啥时候来砍的啦？哎呀，这我把你腰砍。等一下，人家又说我吃多了，真的是。吃多了刚好睡觉呀，不吃饱怎么有力气睡觉？然后睡到哦哦，饿的时候又要醒来，多麻烦呀！我的意思是说味道怎么样？大哥，你去吃啊。嗯，我嘛没得什么招待你的。已经可以了，这个能吃饱就行了，不要讲究那么多嘛，都是自家人。这么成功没听见吧？还有一个，你光在外头上，我们屋里比他还忙得到火去。今天下午又要炸一百斤鱼儿，又要一个烤呀，那很要忙。但是明天又赶场，后天又赶场，我们还是在外头赶场做生意。嗯，都很要忙，我们又要做土地。宝贝，舅舅来了，舅舅来了，哎、嗯，你还记不记得？记得噶。哦，奶，你的也有哇，这是什么啊？